IT 全播报，新奇酷炫早知道。 MWC 2019大展期间，我们看到了三星 Galaxy Fold 和华为 Mate X。 在大部分人惊叹这两款折叠屏手机外观和价格的同时，也有不少质疑的声音传来，例如不抗摔、不实用、不如用平板之类的。其中最有趣的一个观点还是贴膜保护壳厂家该怎么办。这里先按下贴膜保护壳暂时不表。其实在我们看来，智能手机发展到今天，屏幕尺寸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瓶颈期。还记得乔帮主曾经说过，3.5英寸是最适合人类使用的屏幕大小，但是今天旗舰手机的显示面积都已经是3.5英寸的两倍不止。但因为我们双手的进化远远跟不上手机屏幕的加大，我们日常使用手机的大部分场景还是单手操作。不过当我们一坐下来或是在沙发上葛优躺，就非常渴望手机屏幕能变大一点，观看视频和阅读都有更好的体验。折叠屏手机应运而生，它并不是平板被打折了，思路更像是2:1笔记本的做法，就是在日常使用场景中单手使用单面屏幕进行操作，而在我们静止的场景中可以展开屏幕变形成平板，无论是工作还是娱乐都有更好的体验。我们的结论是折叠屏手机会是一个新的发展方向，现在我们只需要静静等待即可，毕竟普及是需要一个过程的。